人好，观众朋友，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，我是盛楠。喜剧是人们精神休闲的一种方式，它可以消去生活中的乏味，让我们调节心情，放松心情。那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《欢乐喜剧会》，幽默诙谐的包袱，宾利，加油站，新颖的表演形式，这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。这个是你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。太阳太阳给我们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。跨界在当今的综艺圈绝对是一个高频词汇，明星们打破了专业领域的限制，在各种综艺节目中各显神通。演员关凌也是一直在不断地挑战着自己，在不同领域里进行各种尝试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和相声演员李菁的精彩合作吧。李菁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。哎，这您捧我。我从小啊就爱听相声。是啊。我发现了。啊。相声演员啊分两种，哪两种呢？好看的和难看的，哦，这么两种。但是李菁老师啊，他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。那我算是好难看的。像话吗？什么叫好难看的呀？不是，我是想夸夸您。你得挑点那好词儿夸呀。好词儿啊，这不是想不出来吗？那要不然麻烦大家帮我想想怎么夸李菁老师。你看，这还用动员观众啊？啊，我这特点往这一站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眼睛大呀！啊，对对对，您眼睛是大，夸眼睛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哎，有这么一种说法。哎呀，今儿我一看，我才发现啊，您这是落地窗啊。好看，我这个下眼皮都秃噜到地了，像话吗？你呀，别说我这模样了。今天既然要说相声，你打算表演个什么节目？哦，哎，我表演的这个扇子上也有啊。啊，叫什么？我想表演一个这个学电台。哦，你要模仿个电台？哎，那可以。哎，你也别闲着。我呢？你来帮助帮助我。我怎么帮你？咱俩这不是跨界吗？啊。我一给你手势。哎，你就赶紧帮助我啊！我配合你表演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问题，我就等你这手势。哎，好，现在开始吧。嗯，关凌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了。啊，这就开始了。首先为大家带来一段歌曲，嗯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哎呦，这可时髦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嗯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唱的还真好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惯了，这完美就让你留下来，留下来。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，留下来。唱的还真不错。刚才的评剧为您播放完毕。哎，这是评剧吗？接下来是一段天气预报。哦，那咱们听一听。昨天天气。昨天？有报昨天的吗？今天呢？今天的天气。啊。现看呐。看不清楚呀。多新鲜呐，这哪看得清楚啊？今天天气晴转多云。哦，降水概率多少？都有可能。嗨，跟没说一样。接下来是观众朋友们都期盼已久的什么广告？看了半天，来一段广告。哟，李菁老师，听说您最近嗓子不舒服呀？哦，这还是我代言的产品。那个我呀，最近工作忙，这嗓子发炎了。您试试这一喷灵啊！啊！别说，这效果还真棒。相信李菁的选择，一喷灵牌脚气水。啊！我拿这脚气水喷嗓子，我得缺多少心眼啊！
今天我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是曲艺点播时间。什么呀？我们有请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菁，带来一段快板书《双锁山》。哦，这还是我的作品。点播者李菁。嗨，瞧我这没羞没臊劲儿的，自己点自己啊！那个，我给您唱一段快板，怎么样？朋友们，欢迎吧！啊。开心麻花大家并不陌生，原创的幽默台词，精心打磨的包袱，带有喜剧色彩的表演风格，给小品界带来了清新之气。由沈腾、艾伦、魏翔三人搭档演出的小品《一个女婿半个儿》，不仅在2017年春晚的舞台上深受观众的好评，也让人们在笑声中解读了生活的百味。解放祥子，咋不进屋呢？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这两天你没来，爸心情可好了。那我这来了，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，省得他拿它打我。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？我都买了。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这梨可贵了，正宗的南果梨。妈，这是梨呀？啊，我还以为是俩杏呢。你少来这套，走走走，进屋来，我帮你拿着。不不不，哎呦，我帮你拿，算了算了，哎呦，我帮你拿，怕啥的？哎呦我的妈，掉了一个，来，走走，爸，嗯，我回来了，爸，嗯，哎，这水果放哪儿啊，家？你瞅把你给累的，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？买俩梨得了呗。你还真就买俩梨？不是，爸，这俩梨是祥子买的。哦。空手来的，行，坐吧，等着吃现成的吧，我跟你俩洗去。谢谢爸啊。不是爸，那祥子，你跟爸解释解释。爸，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这解释挺好啊，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。那我没买吗？你不就买俩梨吗？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？这事儿跟爸讲啥呀？真是。啊，这时候孝顺上了。行啊，爸吃着就行，说正事儿。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，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，对吧？可不是嘛，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，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，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。你那么拦都拦不住，完事还骂你，那还次要的，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，要知道自己被骗了，那年能过好吗？他也不得憋屈死啊。可不是吗？所以说祥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这么多钱呢？这10万块钱，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，让爸先过个好年，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。撞了，撞得死死的。啥撞了？咱俩这份孝心撞了。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，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那咋不填呢？我没钱。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？那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够吗？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？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？大概5-6万吧。你也别6万了啊！你是儿子，我是姑爷，咱俩一人出5万。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，我现在降个档，我买个5万块钱车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？行。行就行了。但是姐夫，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，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整那么拉风干啥呀？是吧？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，他能开不能开？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，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。你那纯属瞎花钱，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？打哪不能进点风？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。
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？真皮座椅算不？换针织的，我跟你说，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，夏天烫屁股，冬天拔屁股，换成针织的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说的有道理呀、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，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就退了吧，姐夫，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？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？啥呀？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。车壳子吗？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，能安全吗？咱不能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，那多结实啊，还能给你焊大点，焊个七座的。车壳子我再不要，那我真不剩啥了，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。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。你看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实在不喜欢，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？那想的你啥意思啊？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？你说的这叫啥话？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？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？喂，儿子，吹力，啊，谢谢爸。姑爷来一个，谢谢爸。要拌你吃吧。好嘞。这水果啊，吃多少洗多少，洗多了放不住，对不对，姑爷？嗯，对。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，我和水果全听爸的。哼，这什么钱啊？啊，爸，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，给你拿回来。哎，拦呢？啊？你怎么不拦了呢？还我上当受骗了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人被骗了，你爸都不可能被骗，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何止没出生啊，都没怀上。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，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。哥，你能挣到手吗？你不但挣不到手，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。还真是，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。还我上当受骗，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。哼，爸，你干啥去？存钱去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这200块钱拿着啊，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，别老空着手。我没买水果啊，我哪天空手来的？仨人洗俩梨，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？你姐嫁给我，她不幸福吗？嗯，看这膨胀成啥样了？她被骗了，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再这么下去啊，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，那骗一次上一回当。这回行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，那下回呢？谁堵？你堵啊？我堵，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哎，咱就学骗子那一套，咱也好好骗骗他，咱让他明白，他不是神仙，他也会上当受骗，怎么样？这招太好了啊！咱现在就上网学，真的。嗯。我告诉你，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，你信不信？但我跟你说，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，被他戳穿了，他更得上天了。这个行，这个不低端。嗯。绑架。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假装那绑匪，我就把你绑了，我看他信不信。走，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，再给他打电话去。好，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，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，行吗？跑去，快！哎，这谁干着呀？小董接电话。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。喂，喂，是胡自信吗？是我，你谁？哪位？你儿子被我绑架了，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！我保他留个全尸。全尸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是做的水开了。我救心丸呢，我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爸在找救心丸了。你怎么？你说绑的不是我，绑的是你，不是我也够呛了。喂喂，老胡头，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？你说的那是我姑爷。对，就是他。
你这样，你先把药吃了。那不用了。王菲，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，我儿子你要100万，我姑爷你要多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这话，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？行，你出价吧。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？3万。多少钱？25000。你刚才说3万？那你还问？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。不值钱是吧？给我打！别打！这钱我给你，让我想想啊。10万块钱奖金，2万块钱税钱，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。这样，你也别100万了，我也别3万了，咱俩折个中，79800，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，行不行？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头啊，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？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，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？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，啥不是指着他？你喜欢铁观音啊？人家找7、8个钢厂的朋友，连夜给你筑了个3米多高的，你还想咋的？那能喝吗？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？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？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？白买了好几吨铁呢。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什么呀？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。行啊，就算我把钱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？当然了。你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障？我怎么保障？喂，大爷你好，你好大爷，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。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我把赎金一交，他们就把我给放了。你说实在不实在？大爷放心吧，打钱吧你。人家把你放了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叫的车马上就到。到了，大爷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行了吧，恶心死了你，赶紧把钱打过来啊，要不然恶心死你。行，那你把卡号给我，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。79800，谁同意了？100万一分钱不能少，要不然撕票。别给我打，打到给钱为止。绑匪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喇叭，打！招招致命啊，全打麻将上了。哎呀，不好说。我哎呀，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！我还打啥卡里啊？我亲手给你多好啊！亲手？你当我傻呀？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？别给我耍花招啊！继续给我打！啊！哎呦！疼！哎呦！痛啊！哎呀！我痛啊！哎呀！轻点儿！手机都给我打掉了，这么虎呢？比咱爸还虎！嗨！赶紧打钱吧！哎呀，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，哎呀！别打我好姑爷，不就100万吗？给我给，什么？不够我再给你100万，还不够的话，我卖房子，我卖身，我把这钱给你凑上。别再往上添了，足够了。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？他有可能还不起的。姐夫，你别哭了，搂不住，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。爸那是逗你玩的。不可能，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。哎呀，穿帮了不能啊，我刚才演的多真呢，怎么能穿帮了呢？哎，爸去哪儿了？给我打钱去了？不能啊，卡号还没给他呢。捐肾去了。妈呀，完了！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，那是倒了霉了。哎，爸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爸。再吃个梨不？补补肾。不用了，吃甘蔗吧，这个更补。
行行行，咱家俩一起补。我就你讨厌我，我就你讨厌我，你还装防反？我打他！你给我打他！你给我打他！你干什么呢？嘿嘿嘿，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。呀呀呀！哎呀，那笨蛋玩意儿，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。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，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，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。这脚脖子挺疼吧？哎呀呀，都敷弄了。哎呀，胡大爷，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？对呀。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，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。大爷，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？不是，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？你被骗了，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。放心，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钱也追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被骗，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。不是爸，你确实上当受骗了，那我们没敢告诉你，怕你上火。你收那10万块钱，是姐夫拿的。把那小钱儿啊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说你这事儿整的，你说你让我老脸往哪搁呀？滚一边去！大爷，记住，天上掉馅饼，一定是陷阱，家人多劝阻，时刻要提醒。那行。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，这把钱领走。谢谢警察同志啊，回头我们就过去。不客气。回头怎么去啊？叫个车呗。叫车？二位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来的？开车来的，正好坐你们车走。行，怕是不服不行啊。警察便宜都敢占，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？这大过年的，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？我就1987年，凭借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傻大姐一角而被人熟知的演员张海燕，塑造了许多极具喜感的小人物，有的势利，有的尖酸，有的傻乎乎，但她总是能把小人物的特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不，她反串相声演员，与富强搭档演起了双簧，看来也是有模有样啊。说有个结巴去放牛，后头跟着一头小牛犊，牵到井台去喝水，懂，牛犊子掉在了井里头，结巴赶忙把人喊啊，说我那牛那牛了个牛了个牛了个牛啊，犊啊，哎掉，哎，这是行了，你牛我不要了。我的妈，你想憋死我你啊？不是，哎呀妈，我现在都觉得缺氧，我现在不是。哎，你不这样不给你演？哎，别玩玩。哎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哪让你这样？你玩往那儿，本来我就对这玩意儿就生疏。您别着急，因为他们跟我说选择每一个作品，就是他们看您的体型肺活量应该很好，所以我才选择。肺活量好，你也不让我一会儿晕在台上。对，咱不晕，咱们换一个不憋您的。你要我跟你说，你要想好好来，那好好来一个，要不然我不跟你玩了。哎，别，行行，玩一回，玩一会儿啊。你好好的，别忽悠我啊。哎，谢谢，您再坐，您再坐。嘿，真好，表演真到位，来啊！新年到，真热闹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加油站门口放鞭炮。去，出来！什么玩意儿？加油站门口能放鞭炮吗？你能不能好好的？这么多的朋友都看着你，能？那这样，正经点，好好来一个，行不行？换一个别的场所放鞭炮。对，也不能加油站啊！你这哪？来，重来啊！啊！新年到，真热闹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张海燕他们家门口放鞭炮。这你们家门口放鞭炮可以了吧？行，赶紧的吧。这挂小鞭儿没意思，我放这大的二踢脚，叮。这等会儿没点，叮什么叮？你瞧，紧张了吧？这业余演员你没法跟那演。我得先点了。来，重来，来啊！从小的那儿开始。行。开始一挂小鞭没意思，放这大的二踢脚，叮当，哎，真好。我再放一个，叮当，哎，
真好，真好。我再放一个。定啊！出来！后悔死我了！你干什么呢？这大过年的，你崩我一捂眼清油，你这样的，不跟你玩不演不演。别别别别别！玩你这不是能不能好好的？不是你想这，你这不有损我形象吗？你这样崩一捂眼清，那不跟是美容一样？什么美容一样啊？不是，不能好好来的了。这不是应景过年了吗？那这样咱不放鞭炮了。我您是大家都知道，您是表演艺术家，对，我给您有表演成分来一个，这差不多。但是你好好的，好好的啊，你好好，我谢谢你了，行吗？哎，行，我谢谢您了，啊、行，后边去吧，您坐，好好的啊，嗯，来，好好来一个啊，嗯，这回来正常点的啊。各位落座，沉住气，我给您演段老话剧，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，难别离。哦，亲爱的表妹，我向你告别来了。哦，亲爱的表哥，我不让你走。不，我一定要走。嗯，我不让你走吗？不，我必须得走。嗯，我不让你走吗？不。我马上得走。嗯，我不让你走。嗯，我不让你走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行行行，你让他赶紧走吧。我的妈呀，浑身长虱子了似的，拧着拧着。